位投资朋友，打开后很高兴呢，今天又来到我们这个股市之宝。那我想呢，这个行情哦，持续的在震荡啊。那当然，今天可能看上去啊，哦，电子股稍微的弱一点哦，这个涨到一些什么航运啦、万海啦，对不对？哦，长荣啦这些股票。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说，我个人呢、啊、是这样看的哦，这个什么这航运三雄啊，这个都是老生常谈的。那我个人是这么看法，每一波的航运三雄的拉抬啊，啊都是要逃命。哦，不知道啦，反正我是这样看的哦。每一波的航运三雄的拉抬啊，都是给你逃命的、啊，哦，都是给你逃命用的。我相信有一天啊，这个航运三雄又会回到哦很早很早以前的啊二三十块。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说，因为你事实上你去看股票市场啊，大部分啊，尤其这种大型股啊，它基本上它已经是一波比一波低啊。但是它一定会怎么样？它一定会这叫回光返照嘛，上来就是你要跑一下，跑一下。哦，不知道讲的对不对了啊？我个人是这样认为。所以说呢，这个我个人认为是航运三雄啊，这个就是每次的反弹啊。就记住逃命我个人是这样看的，每次的反弹就是记住，你不要去想说哎什么利多什么利多什么利多，反正因为疫情也结束了嘛，人家连口罩都拿掉了，对不对？连口罩都要拿掉了哦，那可见的就是疫情正式结束哦。你要再回到像疫情那个时候哦，这个整个全世界的这个航运的这种费用啊、报价啊这种。是很难的啦，是很难的哦。连口罩，你看，连现在口罩，就可见的疫情正式结束了。哦，那当然，我觉得重点还是在电子股啊，重点还是在电子股。所以我之前跟你提到过，像这个，你一定要放在心里。你说陈老师啊，那这个冷吧？哦，反正信不信在于你了，好不好？有一天啊，你看到了以后啊，所以我那时候跟你讲说，你这个很重要，嗯、你放在心里面。三月二七号的时候，三月二七，可能，哦，就放在心里啊。哦，我陈老师跟你讲的东西，你要记住了，记住了哦，记住了哦。还有最近我常跟你提到过的，像这个普莱德啊，我昨天有跟你讲过，哦，这个五二零啊，这一支股票啊，要注意一下，然后要注意一下，会不会有什么？哦，这个。跟你讲，你又放在心里面。还有我之前一直跟你提到过的，有一些很重要的股票，像这个，这一支5432啊，新的天王门户大开。我说这个下半年啊，第一名啊，第一标啊，它会不会有大转型、大反转？两亿的股本，大内差，哦，你就记住了。我认为这种股票啊，说真的，你可能你以后看到啊，就直接冲到二。你没买，可能未来这个都很有机会被分盘，冲到200。那为什么？哦，反正我就跟你讲，下半年要多注意，像这种股票，新的天王门户大开，哦，把它放心里。放在心里啦，好不好？放在心里面。有时候我也不太好讲什么，这次会直接冲200啊，冲过去啊，那个冲鬼啊！哦，很难讲。哦，像这个我跟你讲了很久啊，反正啊，你要信不信呢、啊？啊，你信就信，不信就算了。啊，反正你也没有。有一天你就知道，哎呦，红海又到200，这讲了多久啊？3月27号这红海多低啊？可能才120吧。3月27号啊，陈老师啊，没有后北软工一张都不能卖。我就跟你讲，反正的东西，我跟你讲了很多的东西，哦，这就放在心里面嘛，放在心里面。哦，因为我有时候我陈老师在讲东西哦，我就是很直接啦，我不会跟人在那边兜圈子啊。比如说这个线要怎么样画，那个线要怎么画，哦，要回到哪个层哦，不会讲那个。哦，
讲那个也很辛苦，对不对？听的人更辛苦。我、哦、这个线啊，你要回到多少啊？这个回来哦，回到什么均线啊？量缩了啊，就可以买了哦。讲那个人听的也很辛苦啊，讲的人也很辛苦。其实我一直跟你提到过，股票市场里面它没有那么复杂，这一定有人在里面的。而且目标价这个是很明显的啊，我已经跟你讲过了，有些东西三月二七跟你说的东西、哦、你就放在心里面，知道吗？我真的、啊、我陈老师不会骗各位啊。你看看像我以前跟你讲这个，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呦陈老师啊，这种股票会涨吗？这种会涨，这种会涨吗？你以前你不觉得，现在都又会被分盘的，我每一只股票都涨到被分盘啊，像这个会不会涨到被分盘？这会不会下一只的光盛呢？这他今天被分盘了，你知道吗？他今天已经被分盘了，你知道？他已经被分盘了，涨成这样子，他已经被分盘了啦，你知道吗？7.5亿的股本了。所以你看我那时候在讲这个的时候，你也不觉得一二十号，真的是在这里 key。我这要 key 啥波诶 ？key 呢？精准呢？你看看这边60啊，三倍啊，准了吧？36631188，一百八，你看180，很准。哎，我讲话你都觉得说我讲夸张。有一天你就知道，有的时候我跟你讲，法人在买，投信在买。就你没买，你看看我这个，你看那边60，我没有跟你乱讲吧？那时候1月22号，1月22号，你看看1月22号，我没有油标在这啊，我你上我爸上啊，价不拉涨，价不是拉涨，啊不价偌济，啊我跟你讲三倍，你看我讲光中之王，我都会涨三倍，真的现在又好小，你看看价三十，我你上我爸上啊价偌济，价100倍。啊，不是三倍，啊，那无三倍，加60，啊，加100倍，啊，我你上我爸上，啊，那无三倍，啊，那有三倍无啦？啊，那有三倍无？这样要三倍了。我无跟你好笑啊，我哪有跟你好笑？因为一月二二。对吧？在店里吃，啊，无量啊！欸，我咧电视不是咧，逐天甲你讲迄涨停板的迄落人，迄落老师呢？我电视不是逐天遐涨停板、涨停板、涨停板，讲到拢无人爱看。我陈老师，我跟你讲的是，这种股票它是一个波段的东西啊，安尼无三倍，安尼有三倍无？一月二二啊，未来最可怕。今仔日几号啊？今仔日拢五月啊呢。啊，今仔即摆嘛去用分盘了，光胜。安尼有是毋是三倍？1月22号。所以我今天我跟你讲嘛，你等着看嘛，未来会不会三倍？三倍还在乘三倍，三倍再乘三倍，大反转、大转型、大内差。我跟你讲这个哈、哦，你小心很快就200就过了。哎，200过了，会不会开始有一些利多跑出来？我不知道、哦。过了这边以后，会不会有利多跑出来？来拉近一点，过了这边呢、啊，直接啪200啊！过了家的利多再造出来。哎，很多都是这样子呢，很多是这样子呢，冲出去以后开始利多跑出来，说啊，他要跟谁合并，他被谁要入主他。哦，谁要？而且基本上这种公司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怎么样？轻薄短小嘛。哎，会不会到这边冲过去的，又突然人家说谁要入主他了？这200块冲过去的，又说，然后开始怎么样？然后开始怎么样？就被分盘了。然后你就一直看到涨停板，啊，买不到、啊。欸，我讲话你有时候要动他笑的，对吧？啊，下半年啊，第一名会不会是这个？
新的天王周杰伦，新的天王啊，门户大开啊，五四三二很重要，这会不会直接冲过去啊？冲过了这边以后，会不会有说什么谁要给他入主啊？哎，或者说讲东西，你会觉得说，哎，陈老师还讲个笑话，这种物件，这种物件还可以三杯六十块的米，你看我这边还写六叉嘞，我说以后会到二叉叉呢。陈老师，你给他骗，还没有到二叉叉，现在到一八而已啊，差不多一八了。你看这个，一月二十二号，哎，一天才七百张哎，你看看，这个时候一天才七百张，陈老师，你每次都叫那个这边没有量的。我什么叫？我叫什么没有量的？我叫没有量，后来就变有量了。陈老师啊，这个一月二十二号，一月二十二号，你笑你，一月二十二号，一天在这边啊，你看才六十几块，一天才七百张，七百张，这一天成交量七百张，这是要哪好过？这是要哪买？那个干起啊呢？啊，讲讲要起三杯，一月二十二号。公要去三杯，光宗之王圣战，公要去三杯啊，没有人要啊。我没跟你讲嘛，六四四二，我在这边给你写六叉的，有大力多啊。未来最可怕、最狂的会不会是他？陈老师啊，这什么光圣？没人要。我不是跟你讲大内叉嘛，我哪有跟你讲什么技术分析？哎呦，拉回哪里可以买？拉回哪里可以买？拉回要怎么看线？我们跟你讲啊，追那三杯，三倍啊，这不是三倍吗？你也不用再追了，都被分盘好了，那我今天我跟你讲啊，一样啊，这会不会三倍乘三倍？陈老师啊，光剩三倍，这个字会三倍乘三倍。啊，反正我讲你们听不下去啦，我知道啦，听不下去就算了。像讲这个闹，人家十全大补完，十全大补完，那哪有人要买这个？哪有人要买这个？没有嘛？哎呀，陈老师啊，这个怎么可能三倍？这怎么可能？所以我今天就跟你讲嘛，下半年会不会？我已经跟你讲过了，这直接冲过去了以后，各位投资们会不会直接啪冲到两百以上？但到时候我跟你讲，它一定就是会有一些怎么样？哎呦，谁把它入主了啊？然后呢，它又进入了什么啊 ？AI 领域啊？哦，他要进入了什么领域啦？我跟你讲，你股票是这样子。我跟你讲，你现在看到利多的，很多利多的，很好的，不一定会赚到钱，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嘛。对，你现在看到很多利多的，那就很难的啦。你要没看到利多。你没看到利多的，那很难讲。你看看，你看一月二十二号这个时候我在讲光证的时候，哪有利多？一天七百张一定是没利多嘛？一天七百张哪有利多？你看这边一天都三万张呢，到了这边一天三万张，笑哎。在家变成一天三万张，你看这我在讲的时候一天七八张，到这你看去到这一天变三万张，成交量三万张。所以我今天要跟你提到的说，你看看在这边一天七百张的时候，一月二十二号的时候一天七百张才六十块的时候，各位投资朋友，你看不到利多嘛？你现在看到光盛是不是很多利多？各位投资朋友啊，你现在看到它会不会有利多？你现在看到它会不会有利多？一个月以后就知道了嘛。你现在看到它会不会有利多？陈老师啊，陈老师啊，这光盛。光盛说起三杯哪有可能，这哪有可能起三杯，你给他变笑一月二十二号啊，你看一天，但是现在被分盘了，现在搞到现在又被账号被分盘，每一周被分盘了，现在就有利多了。光盛很好，好什么？
好了，已经被分盘了，好了，你在这边怎么不买？所以这边呢，一天才700张啊。1月22号，游标没骗人。我陈老师在讲股票，不是那个每天在那边跟你讲涨停板，讲到人家都不想看。除了涨停板会讲涨停板，还会讲涨什么？会不会那些老师有一天突然讲说跌停板是我的？啊，那你也在参加、啊？你安尼你也在参加？我讲安尼就好笑哟，真的是这样子。哦，有那种每天涨停板的老师，他突然有一天说涨停板是我的，啊，你也在参加、啊？为什么？他知道改了。他只要改了，改了就有进步了。要不然你每天涨停板，每天涨停板，你在讲什么？你说老师每天涨停板，每天涨停板就是涨停板，第二个每天看到就是涨停板。所以我陈老师，我讲股票，我说真的，我比较喜欢跟大家谈，谈是什么？不是涨停板。你要很多的东西，你这个东西你一定是讲在前面嘛，你要有个 range， 你要有个目标嘛，你不是每天涨停板那是要涨到哪当然、啊、反正、欸、下一次又涨停板你一定要有一个规划嘛。那陈老师啊，你也没在说基本面，也没说技术面，还是很可怕，他怎么有人在说这个？你看这60加已经200，安尼无三倍，因为陈老师也真的三倍呢，真的三倍了，那就对了嘛。那我有跟你扯很多嘛？没有嘛。我连这个都给你写得很清楚，我是每天在那边讲涨停板嘛。所以我今天我要跟你谈的东西，你会觉得说啊，陈老师啊，卖陈老师，我跟你讲啦，有时候股票你看到利多的时候，可能反而要卖了。有时候股票你看到你没有看到任何东西的时候，你知道吗？你有时候你股票再没有都没有还都没有看到任何东西的时候啊，那很难讲。所以我为什么我也是一直跟大家提到这一支啊，普天同庆啊，阿弟啊，来得天下。我跟你讲这个啊，好物件，好东西，这个是好东西，欸，这真的是好东西啊。可能以后多看看，可能有一天法人啊会说，哎呀，我开始锁定他了。我记得我陈老师常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股票市场里面你尽量的是这样看的，我在看是一样的，我在看是一样，因为我个人认为说，有的人问我说鸿海会不会到200，其实鸿海它不是200的问题，你知道意思吗？鸿海一定到200的，鸿海一定是到200，这你什么时候要卖啊？这比较严肃了，你没卖还又回到100了。鸿海会不会到200不是问题啊，你知道吗？是你在这边你要卖，所以我为什么要让你进来扫 QR code， 要让你进来要资料，这个资料送给你，是你要会卖，就像航运三雄一样，你不会卖，你就是一波比一波低啦。所以我就跟你讲，航运三雄每次的拉高就是逃命啦，有一天航运三雄都会回到20-30啊，那时候就不会再跌了，那时候才有可能有机会看看过个几年看看有没有可能走大多头。你不要再去想了，现在连口罩都要拿掉了，哪来什么疫情啊？所以记住我讲的，航运三雄就跟以前那宏达电一样，每次拉高都是逃命。那我现在最近弄了很多 ETF， 把这个航运三雄列为成分股，为什么？救命啊，救命啊，要不然怎么办呢？这是民进党心中永远的痛，你总要有人来擦屁股啊。啊，算了，有些东西我都不想讲。
真的是让一批散户一批散户一批散户一直进去一直进去一直进去救航运三雄一直救一直，那到最后还是回到二三十块啊，已经套了一堆人了，然后法人也套了，散户也套了，然后现在 ETF 再进去再套，到最后他的目的就是说不要太难看，一直救一直救航运三雄，因为这个是民进党心中永远的痛，他没有办法，散户套一堆，法人套一堆，然后政府也套一堆，然后到最后大家头拉股套一堆，没有办法的，发行 ETF 继续的往下套往下接，到最后我跟你讲航运三雄到最后就是铁达尼号嘛。那这个东西说真的很麻烦，因为有一天航运三雄真的回到二十几块以下的时候，那个面子挂不住，他必须要一直人一直有人去在那边一直一直尽量的去延缓这个丑事的发生嘛。算了，我不要讲，讲了会得罪人。反正我跟你讲的东西，你要买的是什么？你要买的是这个，不是买航运三雄。大家都不重要了。我正好是这种涨能涨到哪里去嘛？这其实说真的，涨是涨在牛啦，它也是牛。那问题是你在这边都要卖哦，你在这边不卖的话，鸿海又会回来了。哎，我讲话你都不相信。涨到一个阶段的郭台铭就差不多了，可以出了。哎，我今天我要跟你讲的重点是怎么样？你必须要去了解到，有些东西你看不到，有些东西是你看得到的。好东西有时候是要跟好朋友一起分享，记住了，五二零，记住了，未来啊，你不要看我写这个政府，未来阿弟啊，阿德兄啊，还有我跟你讲的，很多人说陈老师啊，陈老师啊，陈老师啊，未来有没有那种很会飙的，会飙到被分盘？你看所罗门都被飙到几次分盘，然后分盘完，然后飙完分盘再飙，飙了又分盘，分盘又飙。哎，我跟你讲，你有没有听得懂一点点？光胜也是啊，飙到被分盘，分盘完又飙，飙完又分盘，休息一下再分盘再飙。所罗门也是一样，光胜也是一样，飙到被分盘，分盘完，但这你说他业绩很好，也没有很好。也没有很好，哎，或者说跟你讲哦，有当时啊哦，新的天王周杰伦，啊，反正就新的天王啊，你要记住了，下半年，陈老师啊，光胜公三倍，金价三倍，这三倍计三倍，三倍乘三倍，万灾，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迈向两万点新时代，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迈向两万点新时代，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惊喜专线02-8511-3366，8511-3366。相信从顶业开始，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也协助您实践梦想。相信从顶业开始，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相信我们的专业，相信自己，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相信专线02-8511-3366，8511-3366，鼎业投顾。
看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您还可以这么做。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而且免费。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各位，记住我讲的哦，以后看会不会一倍再一倍。还有这一只股票未来啊，170 180 190 2XX， 各位直接涨到被分盘，很多东西啊上去了你就追了，好好把握，谢谢。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